有人闯藏经阁！哎，藏经阁怎么没了？快去看看，走！ 石像的，赶紧把五行九天丹交出来！你休想！我去帮忙。大荒八魔，说。 其他几个人在哪儿？哼，装哑巴是吧？行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各位，这是我们范府自己的事情，还望不要插手，把他压下去。是，走，走，起来。陶然居就要倒大霉了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 走，老实点，走，老实点，走。哎，你不能出来啊！走开！哎，小青云，你可不能学你娘啊，动不动一生气就离家出走，害得我们找都找不着。是啊。 你之前还教训你娘说她不负责任，害了你爹和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向她学哦。不要住在这里啊！我们可不能放你走啊，要不然你娘回来一会儿会把我们骂死的。对呀，我们向你娘保证过，不能放你走的。哎，生气归生气啊，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 怪鱼，你怎么来了？青云姑娘，青云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怪鱼非要来找你，一直闹我。青云姑娘，你看，就是这样，叫了一整天了。 不是你教他，他怎么会叫啊？糟糕，被你看穿了。哎，小青云，你的气消了吧？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走开，不用你管。<笑>你笑什么？笑你喽！你不知道啊，有多少人想挤进这陶然居，可你这大小姐却偏要逃出去。哎，果然不同的人命运也相差甚远。 不过呢，我一直不相信命数，觉得一切都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这要是有你说的这么轻松，那就好了。啊，我要再这么站着跟你说话，被人看见的话，就要把我当采花贼了。<笑>你笑起来最好看，特别可爱。 好了，我走了。哎哎，你的鹦鹉，怪鱼陪着你作伴，怎么教他？你懂的。小青云，你的气消了吧？消了就出来吃点东西啊！是啊。我不要，走开。青云姑娘。 蜀山弟子果然气度不凡，虽有摩擦，关键之时还是会挺身而出。之前若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夫人不必多礼，危机之时，我们几个人自然不会袖手旁观。各位请坐，奉茶。
只是那妖人到底是谁？看样子好像和陶仁居有什么深仇大恨。那妖人便是大荒八魔之一，是杀死我丈夫的凶手。其实说来话长，二人当初离开天域时，偷走了他们的一样东西，叫五行九天丹。他们这次出现，恐怕就是为此而来。五行九天丹是什么法宝？ 八魔在20多年前四处祸害人间，为了获得更大的力量，他们联手闯入地下魔窟，捉到了一条修炼百年的黑色巨蟒，然后用数百条命的元神将黑蟒炼化成五行九天丹。一旦丹丸入体，便如同接通了魔域的黑暗力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尊夫是忌惮着丹丸的威力， 所以将其偷走。是的，傲然虽然身处魔地，却心地善良，因此与八魔结仇。八魔一路追到中原，傲然力战八魔，杀死了他们兄弟中五人。可最后，还是不敌，青云也是在那个时候失散的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那范夫人， 丹丸现在在哪儿？傲然将丹丸封印在深山隐秘之处，八魔一直找不到。后来，我将其取回，藏于范府之中。天域被蜀山封印，可是南明离火剑又被盗。夫人，南明离火剑的事 都是因我而起，没想到会给范府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，实在是抱歉。狄大哥，这不是都说了吗？这件事不能怪你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这位少侠不必自责，一切都是命数使然。真是我刚刚找到亲生女儿，就要面临如此大劫，我担心青云会受到伤害。 我该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夫人，此事因蜀山而起，我们几个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理。对，夫人，我们会跟陶然居一起共同进退，不会让妖人得逞。多谢各位，多谢。小心！ 你以为你这样我会怕你吗？你们这么滥杀无辜，难道就不讲一点江湖道义吗？江湖道义？范小雪，你夫君抢了我的宝物，还杀了我的五个兄弟，这叫江湖道义？识相的把五行九天丹给我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刀剑无眼。 如此歹毒之人，如果让他们得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，假如这样就妥协，也太不像话了。我不会让更多的人送命。算你还识相。好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您放心，我会放了云中雷。不过你们两个要先离开。至于五行九天丹，我会用我的方式交到他的手里。 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会捣鬼啊？这些人的性命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只是要确保万无一失。好，我就信你一回，放人。哼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先把人放了。是。张少侠，有劳你照顾受伤的各位。夫人放心。夫人，那五星酒天丹怎么办？等回到范府，我再向各位解释。 夫人，我们得把五行九天丹抢回来。如果那丹丸的威力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大，那到时候丧命的就不止这几位贵公子了。这我当然知道，不过他们暂时还使用不了。这当中会不会另有玄机？当初傲然忌惮的八魔来抢，味觉后患，就用自己的血给丹丸下了一个封印，现在要解开封印，依然需要他的血。可是他已经死了，难道这个封印永远解不开了吗？ 封印血脉相承，傲然的血依然留在青云的身体里。那妖人会不会伤害青云？不会，我的哥哥们一直守在青云的门口。当时我答应交换，只是缓兵之计。只要我们保证青云的安全，就一定有机会取回丹丸。哎呀，小青云啊，你这生气生的也太久了吧？要不然舅舅给你讲个故事啊？ 等了这么多年，总算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你这个混蛋，居然不安好心接近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哎，抱歉啊，我是真的觉得你很可爱。只可惜，谁让你是周傲然的女儿，哼，自古以来父债子偿。他偷了我的东西。 我只好在你身上讨回来喽。是你杀了我爹，是他背叛了天域。要怪，就只能怪他自己。虽然我爹是个天域之人，但是也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的。我一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这血债还不一定谁来血偿。<笑>把他给我带出去。 慢点，慢点！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什么情况？哎，刚才有人送了一封信，说这个好像是关于青云的，什么情况？青云难道被关在这里？这封信是谁送过来的？那个人蒙着脸，没说话就走了。会不会是陷阱？这是唯一的线索。 就是陷阱，我也要去。哥哥，你们守护好陶然居。妹妹，我也跟你去。妹妹，小张，你留下来照顾受伤的公子，我们三个去救青云。放心吧，你们也要注意安全。走。 周傲然没想到我会拿你的血来解封印，放开我！
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你是？青云，青云，青云，青云呢？装什么？不是你们的人把他救走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几条人命一起算吧。撤吧，快阻止他！你们两个就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，赶快坐下吧。看着多兴奋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大荒八魔打过来了？糟了，妹妹出事了。等等我，小妹，范夫人，小妹，你怎么了？小妹，夫人被大荒八魔所伤，伤势很重。小张，你快点救救他吧！夫人现在心脉受损，必须一股强大的力量替他再造心脉，才能救他一命。这个丹丸力量强大，应该可以救他一命。不行的，丁大哥。这个丹丸虽然力量强大，但是是个阴毒之物。范夫人现在身受重伤，如果强行打入，只会两败俱伤。必须以一股更强的纯阳之力护住她的心脉，再将五行九天丹打入，方可无恙。别说了，让我来。丁大哥，不行的。丁大哥，如果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话，就把我杀了。丁大哥。
别再犹豫了，救人要紧。小张，怎么样啊？臭小子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说句话呀！对呀，我妹妹她不会有事吧？各位放心，夫人体内有五行九天丹助力，元气更胜一切，只要稍稍休息几天就好了。青云，刚才鬼门关走一遭，我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，我找了你那么久，才刚刚找到你，想到以后就不能陪着你，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。可是转念一想，只要你好好的，平安健康，我就算是死一千次一万次也愿意。您不要再说了，小张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您会没事的，会好好的，会陪着青云很久很久的，娘。你叫我娘，我听见你叫我娘，青云。其实青云心里早已经接受娘了，只是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，我一不留神我就当舅舅了，真是太感人了，有人叫我舅舅了。哎呀，现在是皆大欢喜啊，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。恭喜你青云，你终于不再孤单了。青云，其实你最应该感谢的是丁少侠，若不是他好力替我续命，恐怕我们母女早已阴阳相隔。丁大哥，真的很感谢你，刚才你动用了赤魂石之力，身体没事吗？没事。恭喜范夫人一家团聚。是啊，青云，恭喜你啊！此番多谢诸位蜀山少侠相助，才帮陶然居躲过一劫。刚才大家辛苦了，请歇息片刻，我会让哥哥们好好招待各位。青云，娘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啊？就是我爹。爹，女儿来看你了。
傲然，我找到我们的女儿了，她很好，眼睛长得像你，又聪明又漂亮。20年了，你从来不肯到梦中来见我，是因为一直还怪我吗？我找到女儿了，你可以原谅我了吗？娘，是女儿之前不懂事，女儿现在都明白了。爹原来是个大英雄，娘亲从未放弃过找我，所以青云不会责怪您的，我相信爹也不会怪您的，所以您就不要再自责了。青云，谢谢你。娘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女儿还是想请娘让我自己做主。什么事情？我的终身大事，我想请娘不要再干涉了，因为女儿喜欢的人，希望她也能喜欢我，那样的话才会幸福快乐。青云，娘当然希望你找到两情相悦的人，可是娘不知道你还能等多久。娘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身上流着你爹的血脉，也承受了你爹家族所遭受的诅咒，此病若是不能与心爱的人澄清原方，就会气血耗尽而亡，且万般痛苦，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。不可能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奇怪的病啊？这是你爹祖上仇家所下的恶毒诅咒，当初我也不信，你爹来到中原的时候已经发作过，娘是见过他发作时的痛苦之状。当初你爹自认为其貌不扬，以为不会有人对他倾心，便决定孤身一人去夺取五星九天丹，之后来到中原，本想找一处安安静静的死去，没想到遇到了我，是我解了他身上的诅咒。那这咒什么时候发作啊？治愈者长命百岁，不治者21岁就会发作。21岁，我知道你喜欢丁仪，怎么办？要不，娘去劝劝他，你说呢？不用了。可是，你已经20岁了。娘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这件事不能对任何人说，丁大哥更不能说。以丁大哥的个性，他是不会弃我于不顾的。可这世上，强扭的瓜不甜。若是我真的强行跟他在一起了，我们两个一定都不会快乐的。娘，您觉得心里的痛苦和身上的痛苦，哪一个会更痛呢？青云，娘并不是让别人同情你，娘只是觉得既然你心里有情，
为什么不勇敢地说出来呢？可是，丁大哥心里面不一定有我。那可不一定。娘和你爹当年创出这套傲雪剑法，讲究剑法配合，亲密无间，心心相印。你和丁颖练习此剑法不久，竟然配合得如此默契。娘觉得丁颖其实对你是有情意的。真的吗？啊，俗话说，男追女隔层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当年我要是放不下范家千金大小姐的身份，抛弃了她，就不会有如今的你。娘觉得如果你心里真的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勇敢地说出来，免得将来会留下遗憾。赤魂师又有异动，来。白天饮那五行九天丹，动了体内的赤魂师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不用担心。来，我们这边坐。这个是两位舅舅熬制的汤药，可以补气养神的，你喝一口。我自己来吧，谢谢。丁大哥，都是我任性。要不是我顶撞娘，弄巧成拙，引狼入室，也不会把你害成这样。可能是范夫人太疼你了，她想看到你成亲。一切都是误会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你身上流着你爹的血脉，也承受了你爹家族所遭受的诅咒，此病若是不能与心爱的人成亲圆房，就会气血耗尽而亡。青云，你怎么了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娘逼我成亲，是想治我的病呢？什么病？我娘跟我说，因为我爹的天域血统，所以我身上带了一种怪病，如果21岁之前不能成亲的话，就会病发而亡。如果是真的，你会愿意娶我，救我的性命吗？这世上哪有这么奇怪的病啊？况且我在百草师叔身边这么多年，我有病他会看不出来吗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真的。那如果是真的，你会答应吗？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啊？别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。我跟你说，你已经很幸运了，你现在又跟自己的娘亲相认，就算以后发生什么事，也肯定会逢凶化吉，一世平安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，你是怎么从那个云中雷手中逃出来的？有人救我啊。是谁？我不记得了，当时那个人蒙着脸，我都没有看清楚他是谁。就算他蒙着脸，肯定也会有肢体上的接触啊。哎，是男还是女？他的身形如何？哎，还有他用的武功是哪一派的？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，难道我故意不告诉你啊？哎呀，丁大哥，当时我被云中雪下了迷药，迷迷糊糊的，我真的没有看清楚他是谁啊。况且这个人是谁，有这么重要吗？我只是想问他是谁，想当面向他道谢。啊，我要回去陪娘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
你喝完药就早点休息吧。丁大哥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会不会为我难过？若是我告诉你实情，你会不会答应娶我？那样的话，你对我是同情还是爱呢？范夫人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各位少侠，我知道各位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要进藏经阁一阅。各位助我对抗大荒八魔，又助我与青云相认，我实在是无以为报。这就是通往藏经阁的法阵。哦，夫人，之前听范仲范伯说过，藏经阁是您的脑海里面幻想出来的东西，先前假山上所见只是您思想所倒映的幻想，其中有何玄机啊？自上古以来，范氏一族的女子就传承了记忆力超群的天赋。外人传说藏经阁有万卷书籍，其实这万卷书籍早就印刻在每一个传承人的脑海里，各位请随我围住耳立。以手相连，排除一切杂念，以心观心。天下都知道唐人具有藏经阁，里面有先祖收藏的各路武功秘籍和江湖秘史，各路习武之人为了一探究竟，不惜使用各种手段，趋之若鹜，可是进来的人却少之又少。其实藏经阁是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哎，那夫人，请问您知道紫青双剑和神木剑的下落吗？双剑本是前古遗珍，共雌雄二口，雄名紫影，雌名青锁，可分可合。双剑埋藏于武当山翠屏峰山腹内，虽有极大仙符仙缘，不能忘取。而百年后，凶剑幽冥从魔地出世，为了克制凶剑煞气，仙人将紫影剑取出，用其罡煞之气封印幽冥剑于莽苍山之巅。原来如此，那神木剑的下落呢？